喝点汤。哎，大姐，我看你这两天心事重重样子，是发生什么问题啊？没有啊，你看，就是有人怀疑你，我呢就是打死不信，你啊就是少一根筋了。有什么事说出来听听嘛，好不好？没有事，我是真感冒，昏昏昏的，没事。真的没有事啊？嗯，让闷在心里面啊。好。那，你老爸，你爸对这种事情应该很了解的嘛？那请你爸跟我妈去说明一声，手术是安全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桑尼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怎么搞得不帮我这个忙是不是？难道说你爸也在日本吗？哎，你说话，你说话。我爸爸不在日本，我爸爸在台湾。不过他从来没有跟我妈在一起生活过一天。罗大哥，因为你让我知道你妈得乳癌的秘密，所以我才不想瞒着你。我不想让你不知道我爸和我妈之间的秘密。不过这是我的秘密，要替我保守。桑尼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保守秘密，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都没哭，你也不要哭嘛。